在1994年，咱的立法院非常的紧张。迄年的立法院为甚物紧张呢？因为世界各国伫这个华盛顿的所在有召开一个公约会议。这个公约会议就是要想法将台湾甲列入这个3-1的报复名单内面无？为甚物代表甲咱列入这个3-1名单呢？来列入是安怎？然后列入这个3-1的名单，咱的国家的这个物件，要进入别个国家，伊会甲你扣足重的税，若无，就禁止你的国家的物件进入伫因的国家内面。所以对咱整个的贸易甲经济拢非常的影响，非常的大。所以立法院开始就紧张。原来咧，因为一个家庭内底拢有伊的家规啊。伫教会内底有即个宪法甲规则，伫国家的内底嘛有即个法律，伫世界有即个公约，即个大家拢爱遵守哦，因为世界真侪国家伫10几年前，因就感觉讲，一寡即个稀有的动物直直要绝种去啊，特别的象啦，拢定来去用拍死，人拍象要创啥？要甲故意的抢劫来卖啊！所以咧，抢啊，直直要绝种啊！迄啰犀牛咧，嘛直直要绝种啊！人掠犀牛要创啥？要甲故意的犀牛干呢？虎咧，人掠虎要创啥？要做啥个？够有路用哦！所以咧，这犀牛啦，这虎啦，这抢啦，煞样样要绝种去啊！所以世界各国讲啊，咱大家人爱来禁止，伫咱的国家内底爱立一条法律，袂使卖这个象牙啦，这个犀牛角啦，或者这个虎皮啦，安尼哦才会使。所以伫因的国家拢有法律在规定，袂使买，若去犯着哦，爱抓去罚，抓去关啊。干那吼，因发现着讲，咱在禁止，哪会还佫继续人在杀这个象牙象啊，嘛要。打死这个犀牛啊，嘛咧掠虎啊，按了解了后讲啊，咱亲像网啊吼，足大顶的网啊在伫围围围，结果破一空，鱼啊拢走走位空出去啊，迄空就是对，就是台湾啊，台湾的中药商吼，出钱就会当对非洲遐去学。去走私啦，去买这个象牙啦，去买这个犀牛角啦，去买这个虎皮啦，拢买为拢卖为台湾去，哇！因为台湾禁无法律无禁止啊，所以世界各国在围围，叫破一空拢走为台湾去，这无制裁哪会使？对安尼吼，迄天立法院吼非常紧张啊，嗨啊，世界要甲咱制裁啊，所以咧，迄年哦，赶紧的通过在咱的国家，袂使卖象牙啦，袂使卖这个犀牛角啦，袂使卖虎啊！安尼呢，才无受到伤害报复啊！所以呢，一个国家内底有法律，即世界中间有即个公约，教会内底有宪法甲规则，家庭内底有家规，即呢，大家拢爱遵守哦。因为咱的上帝是非常注重特殊的上帝。咱的上帝咧，咱看透早日头位对出来，东边吼，下晡时咧对落山，西边吼，这偌久啊？敢是有世界够大？吼，这咧上帝咧管理啊，咱的上帝非常注重特殊啊，拢爱照安尼行，照安尼行。人咧有一摆死哦，有一摆死无啊？这是上帝特殊啊！有一摆生，有一摆死，无法度大家伫遐来逃脱啦。这拢上帝拢有特殊啊！咱的上帝咧，咱看伊在创造世间的六日，非常有特殊哦。伊第一天就创造这个日甲暝，第二天创造这个天甲地，天佫分迄个顶面的水甲地面的水，顶面的水咧，就是会落雨啊。地面的水咧，有这水泉啊，所以咧，上帝做这第三天，上帝就创造这草木啊，草木，
啊，到第四天，上帝就创造这些日甲月，予日来管日时，太阳来管日时，啊，暗时咧，就月亮来管，哦，啊，所以今仔世界拢照安尼呢，爱钓鱼的人知影吼，你毋是逐天拢去钓鱼，拢钓有鱼呢？爱钓鱼的人知影讲啊，要钓鱼吼，爱看这个时间哦，爱看时间，啊，这個、时间是啥物人咧控制啊？是月娘呢，月娘。咱一个月中间，月娘伊几摆？伊一届吼，啊，当时啊，十五嘛，上圆啊，哦，啊，若初一日就剩一束啊，哦，啊，海里的鱼拢照这个月娘来在生活呢。要钓鱼啊，爱看迄个涨潮退潮哦，哦，啊，要钓鱼啊，就是要涨潮以前的三点钟。甲要退潮以前的三点钟，哦，这六点钟的中间你钓鱼啊，吼，伊较要食鱼呢。啊，若其他这个时间你要钓鱼啊，啊，鱼啊无要甲你食。啊，你啊，多加点苦的啊。啊，所以要钓鱼的人拢爱看时间哦。啊，是毋是逐工拢同款时间啊？嘛毋是呢。啊，那拢无同。哦，今仔日十二点涨潮，啊，明仔载咧，敢搁十二点？唔是啊吼，啊唔是差偌济，哦，差四十五分哦，差四十五分哦。过来明仔载就是十二点四十五啊，啊，佫落着七点偌济啊，拢爱差四十五分。啊，所以要钓鱼的人，你爱算迄个潮流，是毋是要涨潮啊？才去钓，才钓有哦。啊，咱呢，这拢上帝咧管理啊，哦，或者日月来咧管理啊。啊，所以海中的物件拢爱照这个月娘来咧生活。啊，人要钓鱼啊嘛，啊，爱符合这个月娘。咱的上帝是非常注重特殊的上帝。然后，上帝伫这个第五天，伊才做这鱼啊啦，做鸟啊啦，啊，啊，到第六天，啊，做动物，啊，到做人啊。上帝袂讲动物做出来，哇，系啊，啊，哪会无草啊，无这树木啊，通啊好食？哇，较紧嘞，来做草甲树木。上帝无安尼呢？上帝这草木先做好。然后再做这些鸟啊动物，啊，过来上帝做人，用土敲敲嘞，好啊，啊然后嘞，分一口气吼，入人的肚啊，鼻腔啊，啊人就正做一个活的灵啊，啊所以上帝给人一口气哦，啊上帝一口气，若甲咱收起嘞，啊咱就倒滴滴啦，倒滴滴。啊，所以咧，这嘛上帝咧管理啊，大家人拢伫上帝管理下面啊。咱的上帝是非常注重这个特殊的上帝，哦，啊，大家人拢爱照这个时间，照上帝特殊来生活。过来到第七日，上帝就安息啦。啊，这嘛是上帝特殊哦。人做六天，第七日爱休困，唔通无休困。机器你搁好滴哩磨，滴哩磨会足快歹。一条树链你家己我按按，要甲放互冷，伊会失去咧弹性弹性。哦，啊所以咧，做六天啊，第七天爱休困。所以伊说的百姓咧，伊拢咧修这个安休年呢。六年了后，第七年啊，就是安休年。安休年爱偷放啊，安休年爱放自由啊。啊，所以第七年咧爱休困哦。咱的土地咧种稻啊，咱的土地咧种这个金蕉，安尼种只果子，逐年甲种，逐年甲种，种了土地咧会散去啊。本来肥肥啊，营养直直吸收，吸收了无啊，哦，啊所以第七年爱有休困啊。所以伊说咧百姓早前咧，因第七年拢休困啊，无人咧种作。放予伊去旁予休困，予土地休困。啊，土地休困呢，即个果子树敢会生果子？会无啊？第七年休困啊，要甲修正，要甲应肥，啊，伊会生果子未啊？唔知影哦，嘛是会生啊。哦，啊土地呢，伊家己嘛会发啊，嘛是会生啊。啊生生啥物人个？公鸡鞋啊！哦，宋庸人，通去收这物件，通来生活。
安尼咧，以色列百姓国家就足少善良人啊。一个国家呐，好嘢善良平平时非常安定。一个国家呐，善良啊加好嘢差足侪时，迄、那个国家就会 发生动乱，出问题。所以以色列百姓拢遵守。第七年爱休困。今仔日咱的上帝就是安尼，非常有特殊的上帝。当太空人阿姆斯壮头一摆飞去到月亮，伊到月亮的时，伊就要读一篇的圣经啦。因为到月亮呢，都是用月亮做中心，所以底下呢落去的时，又读这个诗篇第八篇哦。这个诗篇第八篇是安尼讲哦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摆设的月甲星，这是上帝所摆设的月甲迄个星啊。所以月亮嘛是上帝所安排哦，世间人是甚物，你照念伊；人的囝是甚物，你眷顾伊。你予伊比天使你较输，佮享受伊阳光甲尊贵做冕旒。要我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。伊到伫月娘，这个月娘上创造的，上帝创造的啦。所以太空人伫遐学了上帝，咱的上帝是非常注重特殊的上帝。他拄啊，咱所读的圣经吼，这个耶利米八章第七节，直接讲空中的火在伊定着的旗，加水烟啊海岸在因来时。独独我的百姓唔知耶和华的律法律，讲这些动物拢遵守耶和华的特殊啊！这些加水、海岸、鱼啊呢，这拢照时间哦。伫咱台湾嘛安尼啊，咱台湾哦，伫这个八月时，有啥物鸟会来啊？八月啊！八月有白鹭，白鹭咧有啥物鸟会对台湾对恒春遮来？比如啊，伯劳啊，拢照时间来呢。敢永远住伫台湾？无安尼，时间到因就走安尼。伫即个台南即个所在吼，有一种物件咱台湾上济哦，伊拢会飞来哦，喙安尼，若像迄个饭匙安尼哦。叫做乌面大杯啦，伊嘛拢照时间来呢，时间到，因就走完呢，佮到国庆的时咧，十月遐咧，有啥物会来到恒春？对，有迄个火面酒吼，会飞来到恒春哦，然后咧，时间到，因就佫离开呢，伫咱厝的中间嘛有一挂椅啊吼，会来做收伫咱迄个顶啊脚遐吼。敢一整年拢住伫遐？毋是呢，伊嘛是拢照耀我的法律来，照耀我的处事来哦。什么时爱到，什么时就离开。这些动物拢知影耀我的特殊，敢若伊的百姓毋知影。这是亚利米八章才讲的啊。圣经嘛讲，都爱规规矩矩啊，爱文雅哦，照上帝的法律来行。所以咱伫世间，咱爱照上帝的法律来行。上帝有这个特殊，伫咱一年有十二个月吼，逐个月咧，拢有两个季节咯，这季节咧，这拢是古早人去了解呢，了解几啊百年、几啊千年，然后咧，才甲说出来，亲像讲这个元宵吼，元宵，讲元宵。卜啊吼，栽卜啊菜瓜吼，生到地都平啦。元宵暝，栽卜啊菜瓜，生到地都平。这有影无？有哦，元宵暝你正看卖啊咧，足够生哦。过来咧，讲春天看山头，夏天看海口。春天看山头，讲若安尼有云吼，讲要落雨啊。若夏天咧，看海口遐若有云吼，就是要落雨啊。过来讲，白灵犀呐，飞过山吼，脏水过咧提起来抹，安尼咧，白灵犀呐飞过山吼，就要落雨啊啦。
脏水、脏水过咧，爱摕起来抹啦。哦，啊，白莲师飞过海咧，讲哦，脏水过咧，摕起来盖狗屎，吼、哦，就是好听啦，要落雨啊，哦。啊，搁一句哦，四月二日海水开目，哦，啊，这拢古早人去了解出来呢。四月七日古历哦，讲海水开目，海水才会开目啊。啊，四月七日哦，真侪在讨伊人哦，拢咧掠迄个沙目、沙目鱼仔啦，哦，啊，伫迄个海边遐呼呼呼呼，啊，沙目鱼仔哦，足细尾呢，看无啦，看无。啊，所以浮起来，你着拄啊看看看，哎，这到底有啊无啊？啊，就是看伊个目睭啦，沙目鱼个目睭乌乌两点哦，啊，甲看看哦，两点哦，啊乌啊，迄就是沙目鱼仔啊，会当掠去卖啊，哦。啊，所以讲海水开目啊，就是四月二日去站去掠哦。啊，若出这个期间呢，要可以掠沙目鱼仔掠有无啊？掠无安尼，掠无哦。搁一句话，咱大家熟悉个吼。讲袂食五日祭粽，肝油唔通放哦。哦，啊，这古早人讲个嘛，敢有影呢？哦，我牧师娘常常讲啊，即马吼袂寒，啊，这肝底衫拢啊收起来。啊，等下哇，伊个起寒，因为咧啊，未到五日节哦，就是肝油唔通收起来呢，会个寒呢。啊，这古早人讲个，啊，这拢对古早伫了解，哦、啊，这是上帝特殊啦，上帝特殊哦。啊，佫有一句话哦，七进八出，九摸黑，十摸起。七进啦、啊，要食红进哦，甚物时上好啊？古历的七月哦，哦，足定的有人哦。啊，若其他时间呢，就怕无肉啦，无肉哦。啊，七月食进上好，啊，八月呢，就迟啊，迟啊，哦，就时啦，就时。啊，九月咧，就摸黑啦；啊，十月咧，就摸起啦。啊，我记得我第一届做团导伫迄个顶州教会吼、哦，有一个执事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到执事伊若到十月，旧历十月初二、初三，甲我讲咧，我当牧师啊，啊，咱来掠迄个摸起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摸起就是伫迄个气温啊吼的所在，啊，气温啊若打起吼，啊，伊本来拢乌空密伫土里啊。啊，即几工吼、哦，因拢吼拄啊好，拢起痟啊，要交配吼、哦，啊，拢走出来伫顶头，啊，未走，啊，所以拢戆戆，哦，爱着招我讲摕布袋，咱来掠，哦，啊，一个去到气温啊，打吼，哦，大只拢缩出来，底下拢戆戆，也未走，我紧掠掠掠掠咧布袋啊，掠几布袋转来哦，哦，拢总有人，有够好食吼、哦，哇，啊，迄着十月初二、初三呢。啊，这个时间呢，若毋是利用这个时间要掠咧，啊掠无，看到你就钻落坑内底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这拢是上帝的时甲机哦。啊，咱亲像讲咧掠乌鱼，什么时啊？什么时咧掠乌鱼啊？哎、欸，冬至啊，冬至前十日，冬至后十日，哦，啊，人就伫遐来掠乌鱼。啊，这咧拢是上帝的时间。上帝是非常遵守特殊的上帝。当然，关于这个题目，我要讲三点吼。头一点，教会要进步，需要宪法甲规则。一间教会要进步，一定要有规则，要有规定啊。咱若讲爱会友吼，咱9:50要做礼拜吼，啊，你咧要来做礼拜啊，无要紧啊，古在你，要10:30才来啊，无要紧啊，啊，要9:30来啊，无要紧啊，拢随在你啦，吼。啊！即卖咧，我要奉献哦，我无要紧啦，奉献啊，莫随在你啦，你要献也好，唔献也好啦，哦，啊，伫教会咧讲都爱服侍哦，啊，无要紧啦，你要服侍也好，啊，莫服侍也无要紧啦，哦，啊，要参加聚会哦，啊，要参加也好，啊，唔参加也好啦，无要紧啦，顾在你啦，已经教会进步未啊？未进步呢？真侪教会看咧进步，就是要求较严哦，哦，欸，做中职拢爱带过小组。爱做过小组长，会晓关心人，会晓引导人，会晓照顾人，啊，有这种能力，再来好做中职，哇，啊，若安尼，迄间教会进步未啊？哎呀，中职的素质一个提高，啊，会友的素质的提高未，嘛是对咧提高啊。所以一间教会要进步，一定爱这个宪法甲规则。
有一个教派叫做新约教会啦。啊，这新约教会差不多六十几年前吼，对香港一个女青来到台湾设立的。啊，头几日哇，我看因哦，拢在美长老教，长老教会。我伫汤加南的时吼，他有一台宣传车，我伫门口口呀，啊，就是咧广告，就是咧卖冤啦，讲哟，啊，但安尼这个教会拢在卖冤吼。啊，过无偌久咧，哦，讲咧美长建国啊啦，无美长老教咧美长建国，因为因有一个大本营咧。伫这个嘉善吼，哎呀，因个大本营伫啊，啊，蒋经国咧甲因赶走，吼、哦，因着祈祷哦，啊，祈祷上帝哦，互蒋经国较紧死咧哦，哦，死甲真歹看哦，哦，啊，佫甲因困病，因嘛唔惊哦，佮伊抵抗哦，哦，啊，到尾真正蒋经国死啊，哦，因足欢喜讲啊，互阮甲祈祷死去啊，感谢主哦，啊，因咧教派吼，到即卖六十几年啊。伫台湾差不多六十间的教会啊，六十间的教会。啊，我甲看吼、哦，哇，内底分做三四派呢，哦，哇，因一个叫做牧师，叫做伊利亚，啊，佫一个叫做甚物伊西结，哦，啊，对圣经的解说，哇，我的看法是安尼，啊，佫一个伊西结看法是安尼，啊，佫另外一个是安尼，哇，啊，但解说拢无同，啊，要听啥个？我唔听你的，啊，你嘛唔听我的，安尼呢？你一派，我一派，我一派。六十间的教会，六十年分做介济派。咱长老教会咧，偌久啊？要一百五十年啊！咱要庆祝一零一吼，一百五十年。啊，咱长老教会分几派啊？咱长老教会分几派？敢有介济派？哈？无吼？咱一个总会呢？啊，落来阁有中会，二十几个中会呢？啊，刷咧才一千两百间外的教会呢，啊，咱教会甲含别个教会有得联络无啊？有嘛吼？不是含这间教会联络，那间教会联络。啊，咱分几派啊？咱一派尔呢？啊，为什么一派？咱有宪法甲规则哦，咱有一本法规哦，才够哦。哦，啊，逐间教会拢爱遵守这个法规呢，千外间的教会拢遵守这个法规呢。啊，所以咧，咱教会，喂，一排啊，哦，啊，一千多年，哎，一千多间的教会，啊，一百五十年，啊，拢还阁一排，介好势。为呢，咱教会有这宪法甲合规啦。法规是亲像啥呢？亲像迄个菜瓜病啦。菜瓜哦，生伫土骹，会生菜瓜未？悬在土骹，敢会生？会未啊？菜瓜悬伫土骹会生未啊？啊，咱做事的人啊，敢会？啊，嘛是会呢，选在土骹嘛是会生呢。啊，毋过咧，产量无好啦，因为咧有虫啦、啊，有蠕虫啦，有鸟鼠啦，会食啦。啊，若会污着水哦，会烂去啦。哦，啊，佫是跟空气食较无啦。啊，所以咧，生了歹，生了歹。啊，若有一个菜瓜病。哦，予伊去选嘞，日光食会到，空气食会到，阁无遮个虫伫遐来解害，啊，伫遐嘞，哇，生了就介济啊。所以教会内底兴旺甲发贵，亲像遮个菜瓜病，帮助一间教会进步甲发展。哦，这是头一项哦。教会要进步，一定爱兴旺甲规则。第二项嘞，信仰无形式，办事有原则哦。凡事有原则，咱的上帝有介大无？创造天地万物，啊，毋过上帝是大家人的，伫大家人的心内，敢有变大？你心中的上帝，甲隔壁迄个人心中的上帝有变大无？有无啊？敢有？咱的上帝拢变变遐大，啊，毋过伫大家人的心中无变大呢？为人的信心是一丝啊尔呢？为人的信心是遐大呢？啊，所以咧，上帝是遐大，毋过伫大家人的心中，佫无变大，佫无变大。啊，大家人信主的经过有共款无啊？为人哇，已经是四五代啊。爸母祖先本来就是基督徒啊，啊，为是今年才开始才信主啊，啊，为是老师甲因。因出来啊，
阿伟是厝边隔壁基督徒甲因娶的啊，所以大家人信主的经过有同款无啊？无呢？上帝伫人的内心无变大，大家人信主的经过啊无同款，所以信仰敢有一个固定的原则？无啊，信仰无形式。啊，毋过咧，办事爱有原则哦，爱有原则哦。咱母亲节咧送物件，送我这做母亲呢，哦，我，啊，有的人讲，哎，啊，免我送啊，做妈妈才送嘛。有的教会就想讲，哎，有的人结婚足久呢，足爱囡仔呢，结婚十几年呢，啊，拢生无囡仔呢，啊，迄个，迄母亲节爱互伊无啊？啊，无互伊，佫怪怪怪，伊嘛是爱做妈妈，足事都无法度通做到咧，爱爱互伊免啊。哇，啊，这咧，各教会无同款咧。有的人讲好啊好啊，啊若结婚就互伊啦。啊，有的人教会讲袂使啊，一定爱做妈妈才互伊啦。哦，啊到底是啥人较对啊？欸，信用无形式，办事爱有原则哦。所以教会伟大讲会使，伟大讲袂使，上帝定，教会去决定啊。所以教会内底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有小会决定啊，有两个神父啊，因哦在祈祷的时，啊煞想爱食薰啊，哦，在祈祷佫爱食薰，啊这到底是会使啊袂使啊？因两个想想讲，哟，啊这是会使袂使啊？写批来问主教啦，来问主教，哦，啊头一日写批讲，主教啊，啊我在祈祷的时吼。啊，想要食薰，安尼是会使啊，袂使啊？哦，啊，佫一个就是下辈哦，主教，主教啊，啊，我伫食薰的时吼，想要祈祷吼，啊，是会使啊，袂使啊？哦，啊，结果回批倒来讲，一个讲会使，一个讲袂使啦。嗯，啊，哪会安尼？啊，嘛是伫食薰，啊，佫祈祷，啊，哪一个会使，但一个袂使？哇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一个人问讲主教啊，我伫祈祷的时想要食薰，安尼是会使啊，袂使？那恁想咧？袂使哦。啊，一个讲主教啊，啊，我伫食薰的时想要祈祷，会使啊，袂使？会使哦。欸，啊，那一个会使，那一个袂使？啊，毋是拢咧食薰，搁咧祈祷，啊，是安怎太差安尼？做代志有轻重缓急啦，什么会较重要？什么会较主要？什么会较紧急？什么会较慢办？不要紧。啊，这个爱考虑呢，考虑。做神父上要紧的是啥物？祈祷是无？对啊，祈祷做神父较要紧啊。啊，食薰呢，对神父来讲是较要紧啊，毋是啊？较主要的呢？啊，一个人讲，我伫祈祷的时，佫想要食薰，安尼就会使袂使？安就变袂使啊！你咧做要紧的，啊，佫要做迄个无要紧的，哦，安尼袂使。啊，一个人讲，啊，我伫食薰的时，佫想要祈祷，啊，迄较无要紧的，我即马想着较要紧的，要做较要紧的，爱知袂？安就会使啊！哦，啊，所以代志咧，拢有即个轻重缓急哦，哦，啊，所以。信用无形式，办事要有规则，好事嘛爱有特殊哦。真侪教会内底咧做诶代志咯，啊，迄好事啦，好事啦，凊彩啦，好啊，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啊，嘛袂使呢。好事嘛爱有特殊啊，哦，啊，所以教会内底就是信用无形式，办事要有原则哦。哦，过来第三项吼，就是徛伫正确诶立场。立美好的法则啊！啊，法则爱徛伫正确的立场来立啦。哦，顶头的火吼，恁对遐后壁看，啊，甲我位遮看，啊，对迄边的人看，啊，甲对这边的人看，有共款无啊？无啊呢？角度无共啊，立场无共啊。有四个在青梅人，讲迄哦，人讲迄像毋知生做啥物款哦，咱来望看卖啊咧。我的像生做啥物款？哦，一个人就去摸摸摸到迄像的巴肚啦，
讲哎呦，啊像哦，亲像迄壁呢，哦，啊佫一个人伊摸摸摸着迄像的片啊，讲哦，嘿哦，像亲像一个水缸呢，佫一个人伊摸着像的尾啊，啊像哦，亲像迄大金毛笔啊，啊佫一个人伊摸摸着像的脚啊，讲哦，亲像水桶啦，哦，啊到尾因做伙来讲啊，像是生做甚物款，一个来讲哦，亲像壁哦。我一个讲，啊，亲像迄个水缸哦；我一个讲，啊，亲像毛笔咯；我一个讲，啊，大水桶。啊，到底像是啥物款？徛伫无共款的立场，结果咧，看法就无共啊，无共。捌伫台北有一个姓廖的先生啊，伊有一个后生16岁，爱徛奥多麦啊，无执照啦。啊！就借因爸爸的车吼，就骑去四界佚佗啊！啊，一届去予警察抓着啊！哎，啊，你有啥物证件无？哦，我无咧，我啊，逐项拢无啊！啊，无车扣起来，啊，等下就甲因讲爸爸，啊，车去予迄派出所扣去啊！因爸爸讲无要紧，等几工啊吼，我再来说法。啊，所以咧，等几工啊吼，拄好一暗咧落雨啦，透风啦，真寒啦。哦，啊，无人伫街路伫行，因爸爸就摕奥多麦锁匙，哦，啊，就迄个奥多麦，啊，就甲徛倒来，开开就徛倒来，啊，徛倒来了，警察讲，哎呦，啊，车互我扣伫遮，哪会怎无伊？哦，啊，去因兜看，搁伫因兜，哇，啊，这哪会使？哦，啊，甲处罚，啊，所以就想讲，哎呦，这犯着这个窃盗罪啊，哦，啊，将我的车，我甲固掉的车，甲我偷砍断，窃盗罪。啊、哦！啊，就法官啦，迄、那个检察官吼，啊，甲派出所就甲告啊，佮甲法官去，法官讲吼，你犯着即个窃盗罪，伊讲无啊，迄窃盗是共偷摕物件呢，啊，即台车是我的呢，啊，我甲砍倒来，我倒有共偷摕物件，我无啊，我倒有犯着窃盗罪啊。法官听听讲，哟，无得着啊，要做转去，我。啊！我这检察官甲这派出所奇怪，啊，一台车互砍断，还无罪哦。后来因着过去了解哦，啊，了解着过去编着一条吼、哦，啊，编着一条叫135条啦吼，讲、哦、伊犯着吼施暴妨害公务罪啦，施暴妨害公务罪，啊，着搁甲告啊，搁甲法官遐去啊，法官讲啊来，你犯着一条施暴妨害罪，我哈施暴是。用伊个武力共压迫呢？啊，我靠！用武力共压迫啊！我伫车底啊，无人顾咧，我著甲徛定，我倒共压迫啊，无啊！我看听听讲，吼，啊，伊也无施暴，啊，无妨害啥物罪啊？哦，啊，你好，无罪转去。我，啊，再派出所讲，伊有奇怪，一台车互我扣掉，啊，互砍断，还无罪？哦，我啊，著去查，查到一个迄个刑法139条，讲有损妨印。啊，表示罪啦，讲吼，佮封印佮表示罪，啊，就佮啊过啊，佮到法官讲，你犯了一条，伊讲嘛无，我也无看到打迄个封印封条也无啊，啊嘛无啥物表示啊，拢无啊，哦，啊我倒来犯了这条无啊，法官听听讲，哟，啊嘛无犯着就对，啊无罪转去，我，啊，这派出所的人，我奇怪啊，一台车甲偷砍转来无罪。哦，后来就去研究到个一条，个138条啦。讲伊吼犯着这个毁曲、损坏、污秽，啊个地灵不堪用啦。哦，犯着这条啦，啊，佫甲告啊，啊，着佫甲法官，法官你犯着这条毁曲，伊讲无啊，我倒毁曲，车好拢无歹。哦，伊讲毁曲，我无。过来第二条讲吼，啊，你损坏，我嘛无坏，无坏，拢会当骑。哦啊，第三个讲你污秽，你共藏起来。我无啊，我逐天徛来徛去啊，我哪有藏起来？拢无藏起来。哇，啊这嘛无。啊，到第四个讲吼，地灵不堪用，讲啊创到袂用得了。我无啊，足好徛，足好徛。哇，到这咧，派出所才想讲，这个污秽哦，这个问题哦，啊徛伫我派出所来看呢。啊，我派出所一台车伫遮，你甲头壳转来，我看无。啊，这就是污秽啊。伊讲无啊，我代你伫徛，讲毋是你的立场哦，你的立场你无温秘哦，毋过伫阮的立场看你是温秘哦，啊，到尾才用这条，
改刑法啦。啊，所以咧，要立一个法，爱徛伫正确的立场，立甲互大家拢欢喜遵守。所以，弟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一个非常注重特殊的上帝，伊嘛爱咱伫世间的生活注重特殊。伫你的家庭、家规遵守，伫教会内底有宪法甲规则爱遵守，伫国家的内面有法律爱遵守，伫国际有遮个公约嘛爱遵守。嘛，咱拢真做一个遵守有特殊的人，因为咧，这是上帝所欢喜。也是咱的上帝都看作要紧的，嘛，咱拢真做上帝所欢喜的子女，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主爱天父，我的上帝，感谢你今早起，予阮甲啊红山教会正兄弟姊妹遮敬拜服侍你。我知影，阮的天父是非常注重特殊的上帝，伊对古早到今管理天地万物，拢照伊的旨意来行。今仔日，阮活伫这个世间。阮依然拢伫即个特殊的内底，阮无法度通逃脱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当成做一个守特殊的人。啊，求你帮助红山教会会当阁进步发展，无偌久会当聘到拄好上帝同用的牧者，伫遮来牧养因。愿主你继续带领因带，祝福因。啊，阮安尼祈祷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